好，再来，我们讲说玄武七才，他吃药有没有效？好，你看哦，目前是吃药无效了、还有这个，如果止水是不是会生木？对，你药，所以他当初这个人哈、他其实是自己说，好像可能是觉得自己身体很累什么的啦，哎都。加油啊啦！啊，说是说吃那个拉筋啊，可是我们怎么看好像都觉得不是吃拉筋啊。啊，可能他不好意思讲，或是说怎么样啊？因为这是女儿问爸爸的，可能爸爸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。因为你看玄武嘛，这不是卯吗？你看止水是不是又回头肾？一为着要吃这油啊，也许他想要让自己更强壮嘛。结果吃了止水之后，是不是剩这个食物嘛？或者是说食补还是包油嘛？好、是什么鸡啦，就是那些补的。对呀、你看止水是不是生卯木？那卯木是不是又生这个火又更旺？对呀、会的入翁啊，对啊，所以火气更入多嘛。所以他的那个症状就是可能跟这个有关啊。所以这个卦啦哈，如果他问的不是问这个哈，某人来问我，这个。比如说某人来问啊，哦，一个黄老师开个这个医生啊，开个药给我吃有没有效？这个药就无效。好，如果说他问的，我们现在反过来问嘛，哈，就是说他不是问这个爸爸有没有生命危险，这个没有危险啦，后来差不多一个礼拜就回去了啦，哎呀，住院一个礼拜就回去了啦，但是重点我是在讲的是说，告诉你说这个卦里面有哪些可以看得出来。第一个，医生开药无效，因为空亡。第二个，应该要吃。子孙才好，结果他子父母是不是会克子孙？好，第三个，这个卦里面子孙都不限福长，对不对？福长，然后这里呢，好，就算好，这个有生他还是生旺这个病症，所以这一卦变成无效。好，那如果说有人来问说，哦，他去找某个医生，他开给我的药吃有没有效？这个卦就是无效的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不是动化这个回头生有没有？结果是不是又让它更旺？让它更旺，这个也可以说花钱让你的病更糟糕嘛。花钱让你的病更糟糕，你花钱买这个药，花钱买这个药，是不是沦为药？花钱买这个药，结果回头生又循环先没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再生土，对，都是也水。对，但是如果以病症来讲的话，是不是让他的那个病症更旺？对。还有一点，这里是不是子卯刑？对啊，所以这个吃这个药了，如果说他来问的时候哈，吃这个药就是反效果的药了，反效果的药。然后这个哈，这个卦还有一个问题呀、这里是不是一个官鬼？这里是一个官鬼，他的病症哈，不是给他发烧而已，这里是不是朱雀发炎？所以说他筋骨可能也发炎。好，再来一下，白虎，白虎什么？一波，这八八八十针啊。对，嘿，然后也会痛，会疼，你知无？也起这条的，这只条的，什么较少，唔叫怎拔掉的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有讲哈，我们刚刚其实他这个有点是伤到肝啦。或者是说他其实这个应该也要叫他注意说好，就算他回来了之后有没有，也是要再注意身体，检查肝胆的。为什么？他动的这个卦是什么卦？巽卦，对不对？巽卦里面的什么动？木，对啊，所以也是跟肝胆有关。动为阴嘛，他动在的那个卦有没有？刚好是巽卦。好，这个卦有没有问题？这个哈、这个卦其实你当客人来的时候啊，你还可以问他一件事情，就卡流音不？客人会问呐、哎呀，这个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我们说有没有音哈？看，那那一般。对吧？是你画腾蛇。郭成也会，对，但是基本上是腾蛇属于比较阴的，对不对？结果四爻
也是，比如说他是问人的，问的人嘛，他心里担心他妈妈，对，啊，担心他爸爸，哦，这个是对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是不是也腾蛇？所以这个人他是不是也问这一个卦？是不是他爸爸是不是有卡流？有没有问题？啊，这个回答没有，原因是为什么？不懂啊。不是，空王，对，哎，另外一个空王啊，所以代表没有嘛，空就是我啊。啊，你知不？所以我当时你不是看到说哦，一在腾蛇在四爻哦，哦，这个卡流音，不是啊，对吧？动叫叫，对，第一个是动，或者是说动来克用神，哎呀，对，或者是说他有动来克，或者是说刚好迟到那个用神的时候，比如说哦，他问爸爸，刚好这里没有空王哦，哎，腾蛇的时候啊，有哦，这个就算有。哎，老师。